你看我中分。明天，明天我们明天有什么会见到人的通告吗？还有夹子。OK， 我们今天已经记者会结束啊，现在在拆头发。打回原形，就是你们平常说哦，你好美，你好正，其实这就是一些假象。IG， 我现在比较喜欢看 IG， 因为 Facebook 已经整个就是太冷清，冷清到我觉得。你们要一起加入我的直播吗？我在直播。边拆头啊边。呀。你们刚有？嗨，乐乐，我们刚完全娱乐，很闹的在直播。对，因为我刚才也在想说，这是你们真的刚刚是没有，这是我装了发片，好像有发夹。哎，装那个跳会不会很痛啊？因为我们是在甩头吗？嗯，是还好啦。哦，现在头发也很多哎，但是之前头发染都掉。哎，看小赖，啊，他在直播，对，直播拆头发。我哎，我的那个羊不会。哎，今天我要小马圈。你工作今天应该收工了吧？收工了，今天最后一个，没有了啦，又是发胶的啦。我的发圈在，所以你宣传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十一月一整个月都要。嗯，怎么了吗？要这个是不是？对，要这个。谢谢。真好。那小文。对啊。宝姐姐要帮我绑头发。对。就泰国的，就是各大百货公司，然后各大百货公司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，你要买一套是不是？还是我还是我义卖都来竞标？义卖吗？不行啊，或宣传期穿那就少了。没有啊，穿不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收工了。没有，有带刚不要塑胶袋的。哎，给我看看这把头发，给我们看一下。阳光，好，好，谢谢吧。好，刚没有个瘦高罗亚吧？都要了。好了，收工喽。